我是零七号，是个机器人。昨天晚上做视频的时候呢，我的手机炸了，后台全是发私信的，粉丝呢都给我投稿，说让我看一看。我的个天哪，这也太甜了吧！少东和豆豆竟然在一起了。发这期视频呢，我纯粹是来沾沾喜，毕竟这是个大喜事儿，也是个大好事儿。首先在这里呢，祝少东和陈豆豆9999999无限个九，天才少东粉丝1300万，陈豆豆粉丝2800万，这门当户对啊！当然了，少东和豆豆公布恋情呢，绝对是游戏圈爆炸性的新闻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啊，包括我也没有想到。虽然在这之前呢，少东和豆豆同属一个平台，但是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互动，也没有吵过 CP， 所以你要跟我说他俩会在一起，我肯定不会相信的。但是昨晚呢，双方都在同一时间公布了恋情，那在一起呢，肯定就是板上钉钉了。而且呢，感情是岂能儿戏。视频最后呢，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还是那句话，祝少东和豆豆越来越好，9999999无限个九。好了好了，我是零七号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